任性小哥哥，你有太多的理由。勇敢向前走，你有很多的借口。潇洒跳个舞，今天你是主角。我们手牵手，阳光伴随你我左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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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手牵小手。牵小手，相伴到永久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呢是湖北省的黄冈市，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的大手牵小手，我是60后菊萍姐姐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70后的周周姐姐，你们好。80后黄伟向您问好。两位小搭档呢，他们都是00后，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00后，来自黄冈市东坡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持人孙静轩。我是生于00后的张许琪，来自黄冈市东坡少儿艺术团的一名小主持人。请我的两位小搭档介绍一下你们的家乡黄冈。我的家乡黄冈是位于湖北省东部，长江中流北岸，大别山南麓。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三位影响中国人类历史发展的大科学家：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，《本草纲目》作者李时珍，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，还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，哲学家熊十力等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，他们都是我们黄冈人。黄冈还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罗田是全国版力第一县，英山是全国名茶基地县，麻城是全国秸秆养牛示范基地，红干花生居湖北之冠。让我们全国的小朋友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黄冈，去感受这片神奇的土地。Yeah.
说到这个黄州啊，和我们的大文豪苏轼有着不解之缘。1079年，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，在任期间呢，心情比较郁闷，经常呢会在这个黄州附近的赤壁山游览，于是便写下了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几千首作品，并且留下了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的千古名句。好的，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古筝配乐表演《东坡在黄州》。苏轼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，客居黄州，在今天的黄冈文赤壁写下了近千年来脍炙人口的《赤壁赋》，也是在这里，苏轼给自己起了东坡居士的别号。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故乡就在咱们黄冈市的浠水县。大朋友比较熟悉闻先生的作品有《红烛》《死水》。那么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3月与美国留学的时候写过一首小诗，这首诗由于一个著名的事件和一首歌曲现在已经广为流传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就为大家朗诵几小句，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。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掌声通知一下我。你可知马尻不是我真姓，我离开你太久了，母亲。妻子之歌就是闻一多先生的作品。那么下面将上场的就是来自闻一多先生故乡的小老乡，由他们为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节目。春草绿了，您没有回来，秋叶黄了，您还没有回来。啊，闻一多先生，您何时
能回来。哦，您已回来，您早已回来，回到家乡人民的梦里，回到父老乡亲的胸怀。红烛之光是您深情的表白，红烛精神是您对祖国诚挚无暇的爱。望天湖水清又纯，长江浪花也多情，五谷飘香菜花黄啊，我是一个故乡人，我是一个故乡人，故乡人。儿童冠名播出。在咱们黄冈市中心啊，有一个宜爱湖，由东湖、西湖、菱角湖三湖组成，占地面积5400亩，其中水域面积呢近4000亩。从空中鸟看啊，宜爱湖是美不胜收。苏东坡曾给湖畔的小亭命名为宜爱亭，所以这个美丽的湖泊又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，宜爱湖。没错，是这样的。每到了夜晚，这宜爱湖的夜景那更是宛如仙境，它已经成为我们黄冈人啊特别爱去的美景之一。
每到天气晴好的时候，会有无数的黄冈市民都到遗爱湖休闲、散步、赏花、逛景。想那张雪琪，我觉得你现在这么小，正好是做梦的年龄，能不能够告诉周周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的梦想呀，是长大了当一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。那周周姐姐小时候的梦想呢？我觉得你现在就已经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呀。周周姐姐小时候的梦想啊，是要当一名老师。不过我觉得现在我的梦想也应该算实现了，虽然呢我不能在课堂上跟小朋友在一起上课游戏，但是我能够在电视上和你们见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张许琪在这里呢，周周姐姐也衷心的祝福你，也祝福电视机前所有有梦想的小朋友，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，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的前进，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。祝你成功。好耶。
情大别山，风流看黄冈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日的黄冈是活力黄冈，是魄力黄冈，是魅力黄冈。明天的黄冈是你们的黄冈。欢迎全国的小朋友到我的家乡黄冈来做客，黄冈人民欢迎您。大手牵小手，下次再牵手。再见。幸福向着阳光，向着明天走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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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手牵小手，向着快乐，向着幸福。